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9页，779页，倒数第三行，有弥陀要解也曰，这是偶益大师的开始。若平时七日功夫，按有临终圣念一念，纵下下品念我之人，并是俗因成熟，故感临终欲善友，闻便心愿，此事万中无一，岂可侥幸？欧耶大师说得好，这一桩事情我们真的在这一生呢遇到了。遇到一个人啊，我记得是84年的事情。我在美国啊，我住在达拉斯，这个事情发生在华府，美国首都。有一个中国人，华侨，叫周广达。啊，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不止他一个，全家没宗教信仰，人非常老实忠厚，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啊，生意还不错，生活能过得下去啊。一家人这一年，周广大得了癌症啊，在医院检查，也住了医院，癌症末期，医院劝他回去啊，家里好好照顾，说他的寿命大概只有一个月
啊，这个时候，全家的人感到很沮丧，很悲哀。啊，医院不收留了，这才想起求神找佛，看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可以出现。啊，就找到我们。我们华福佛教会是一年前成立的，就是83年。成立的，我是82年到美国的，83年佛教会成立。佛教会成立的第二年，84年，1984年的事情。我们同修很热心，去看他。看了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确实很难救了，医药没办法。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首先看他能不能接受，他没有宗教信仰。啊，劝他呢，他就接受了，这善根。啊，而且呢，带着他念佛，这一念佛了，他感到很好。疼痛没有了，就减轻了，就告诉他家人，别再替我找医生找药了。啊，大家通通念佛，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临命终时三天他就往生了。啊，三天之前介绍他极乐世界，介绍他西方净土，他居然能接受。啊，所以我们学会就派了四个同学。啊，四个同学，大家轮流，好像是两班吧，两班，一班四个，啊，每一班2个小时、3个小时，日夜不断，念了3天3夜，他安详往生了。以后这一家人吃素念佛了，啊，变成华福佛教会的护法。这什么原因？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个时候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劫难，善友一劝告，他就能接受。啊，当然这些善友都是善行人士，义务来帮忙的，啊，不接受接待，不麻烦他们家人，来干什么？来就是助念，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啊，送往生的，这一家人感动，
欢喜接受，我们也欢喜作念。三天之后，他往生了，没有痛苦，安详自在。啊，当时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在大老师。所以，这不容易遇到啊。他们遇到我不容易啊，我们遇到他也不容易啊。啊，那么短的时间，他就能接受，没有怀疑，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念头一转。痛苦就减轻，那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减轻，对他的信心大幅度的增长。啊，真的，欧益大师说的不错，这个事情万中无一。稀有难逢。啊，所以不能侥幸。啊，不能侥幸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功夫。周广大的例子，是我们亲眼看到，亲耳所闻。啊，最后临终三天。才闻到佛法，才听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一家人都不怀疑，都能接受。啊，佛号声音提起，病苦就减轻，这也是。他信心坚固的原因，这真有效啊！止痛药没有效，这个佛号有效啊！所以这些例子我们遇到了，要知道警觉，不能怀疑啊！现在这个世界。比起82年，30年前的事情啊，92、02、12，今年16年了，30多年前的事情。那我第一次到美国82年，第二年，美国佛教会成立，请我当第一任的会长。我跟黄念祖老居士结的缘，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一转眼，30多年。所以，我们求往生，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今天如果一疏忽，去不成，什么时候再遇到百千万劫之后，百千万劫之后在轮回里头受多少苦？轮回里面，这里头一切众生都是冤冤相报啊！
没完没了啊，苦不堪言呐、啊！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这个很重要，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得佛的加持就非常明显。啊，阿弥陀佛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戒引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啊，我们能往生，能成就，发心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啊！啊，阿弥陀佛率领这么一个团队，在变法界、虚空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我们遇到了成就了，成就之后，就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队去做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工作。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佛哪有不加持的道理，哪有不感应的道理，我们发心是感，阿弥陀佛就有应了。啊，所以这四个字要讲闻变行愿，一听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他就愿往生，求愿往生，这叫根熟众生。那根熟就是要普度了啊！我们现在跟他比不如，我们信不信？信。有没有怀疑？有。周广大相信，没怀疑啊！当时嘱咐的家人别去找药了啊，去求医单方了，不必了，通通跟着我们同修念佛求生净土，马上就下定决心了啊，全家人跟着念。啊，三天的时间，果然往生，瑞相西游。啊，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在美国，我们送往生也送了几次，都非常稀有。啊，证明这桩事情决定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看下面念老师所说的由上可见一心之境甚为幽深是故本心终于转念周光大师也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道州禅师安乐集讲的一样，在心在缘在决定
你看他三个决定，三个去处啊，一心转念，一心就是真心，三心二意是假心，是妄心，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啊，念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这个时候要万缘放下。啊，所以居家学佛，在家学佛，念佛的时候，最好把手机都统统关掉。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念佛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半都是这样的，决定不能叫人干扰，啊，要一心转念，啊，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才能相应呢。啊，所以本心无量寿经宗于转念，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修行的方法叫转念的、啊、转念是一心，转念是真心的 啊有了夹杂，有了妄念，心就变了，就不是一心啊，杂心掺杂很多东西在里头，那就没有办法感应啊，一定要专念。偶一大师曰：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一本超前理见，何劳说妙说学啊，当前你念的这个佛号，这句佛号超前理见，超前理见是一心不乱，一心专注啊，这一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是清；没有任何妄想，情跟见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主。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啊，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执着，这叫超清理解啊，所以无需要说玄说妙，它就玄妙，玄妙到基础啊，所以执贵信得急守得稳，执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早年间我们敬宗永明延寿大师净宗第六代祖，他参禅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
把参禅放弃了，专修净土。净土宗一代祖师。啊，他念佛，一天20万声佛号，白天10万声，晚上10万声。这单单是念佛，他老人家那种修持方法，不但我们现在人做不到，当时的人能做到的也找不到几个。传记里面记载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所以这里的两句话重要。信得急，守得稳。没有一个不成功的。我们初学烦恼习气重，在佛前面发愿，不能日夜10万声，做不到啊。从多少做起呢？10万声。早课10万声，晚课10万声，你能信得急，守得稳，保证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别的都放下了，一心称念真修往生啊。今天要不要听？有疑惑要听，今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的。我们没有疑惑，我们真正相信，没怀疑，经可以不必听。10万声、2万声重要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之前6个月，就是半年，一天14万声佛号，他老人家做榜样给我们看了。经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实际状况，让你听了之后，你对西方世界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它作用在此地，信愿具足了，重要是佛号。欧耶大师说的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就抓到了。能念佛功夫前身不是多少，浅深深的理业心不乱，
前的功夫成片，这管什么呢？这管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功夫深的到极乐世界品位高，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我们要不要去争取这个高品位的往生呢？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那个好胜心是妄心，要专心，不要杂念，啊，不要有去跟人家争名争利的，啊，竞争还没放下，这不好，啊，这个与佛不相应，啊，如果你是我要做个榜样给别人看，来表法的，行。一天念个十万声佛号，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表法的，啊，一天14万声佛号，所以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有名延寿大师，真有其人，不是假的。喝5万，喝是3万，以决定不缺为准。这句话重要了，你要真做到。这真修行呢，真干呢，啊，现在人在家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忙于家务事，忙着生活，出家也不容易。啊，出家时间自己也做不了主，现在的佛教慢慢都走向商业化了，名山宝刹都变成观光旅游点，观光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哪有时间念佛？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呀，大慈大悲给我们编了一个简单的课程，进修戒要啊，这个什么专门为现代出家在家人所编的啊，你早晚一万声佛号你都没办法念，就先进有就有，总共只有32拜，这32拜的内容非常丰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其中，无量法门也在其中，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包了，这个难得啊，看起来很简单，内容非常丰富啊，
你每天念这个文啊，如实的去拜啊，时间短，大概半个小时就够了，时间短。这么短的时间里，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一心专注，认真去做，必定得胜。是，必死一生，事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变为诳语。念佛人求一心不乱，是可以求得到的。那求不到的，都什么？放不下。果然放下，彻底放下，一心不乱就不难了。啊，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刚刚达到一心，念佛。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见思烦恼扶住了，啊，不是断，扶住这一句佛号。能够把见思烦恼控制住，让它不发作，不起作用，这就是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24小时心里只有阿弥陀佛，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下辈往生，不容易啊！啊，如果念叨，不但见思烦恼不生，见思烦恼念掉了，断了，那生方便有余土，终不往生。那上辈往生是三贤菩萨，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位置高了。理业心啊，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经上怎么说的啊？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常寂光净土。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真的
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可这里有个特殊情形，你可不能说错掉。特殊情形是什么呢？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的。啊，他的特殊是品位这么多，待遇相同，这就不可思议了。什么待遇？只要往生，都是十报土的待遇。十报土谁住的？礼业心不乱，功夫达到最高的十宝庄严土啊，这怎么回事？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你只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啊，这就是经上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阿毗跋致的地位，不是你修的，佛力加持，平等待遇，难得，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十报图上上品，跟凡圣同居下下品待遇相同，啊，是通通享受的最高待遇，不是最低的。十方世界没有啊！啊，这个待遇这样的圆满有什么好处？好处可太大了。啊，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几乎没有一分一秒停住，他干什么？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去戒淫念佛众生。每一个求往生的人，不止我们地球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要说一天一秒钟，多少人去往生，秒秒钟多少人去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弥陀分身化身，他才能往生啊！要不然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啊。那么这种接引往生是佛的本愿，四十八愿他发的，愿愿都兑现的，没有一愿是空的啊。那么佛秒秒钟要去十方世界接引众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不是享受的是最高待遇，佛的受用啊，我们都有啊。换一句话说，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跟佛一样，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肯定是啊，化分那么深，跟那么多身干什么？去拜佛。
十方三世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到各个不同佛刹里面去拜佛、供佛，这是什么？修福。不但去供佛、去拜佛，还闻法、向佛请教、学会。福慧双修啊，你修到什么时候圆满成佛？我们想想，根利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多少人叫他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如来叫他，一个人叫他四句偈吧，就不得了啊，他就真的究竟圆满了。诸位，我讲的这些话全是经上佛说的，还有哪个地方比这学习环境更好的？找不到了。释迦牟尼佛没说，诸佛如来也没说，我们在这听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啊，我们一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听到什么十方三世每一尊佛都在讲极乐世界。介绍我们阿弥陀佛国土好啊，那我们说我们从阿弥陀佛国土到这来的，诸佛如来哪有不高兴，哪有不欢喜，阿弥陀佛的学生来访问来参学啊，特别招待啊。这一部经叫究竟的大经，圆满的大经，这个法门究竟圆满的法门，生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了啊。那观经还讲的是上上品往生的花开见佛就成就，中品下品就没那么容易啊，莲花不开啊。莲花为什么不开？心量太小了，所以障碍莲花不开啊。心量要大，要修福，普度众生，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止这一个地区，不止一个国家了，不止一个地球啊，心量都太小了。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心发心不能不大，这叫大菩提心。啊，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加持，佛力加持的。这个法门直接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其他法门没有啊！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牢牢记住。
啊，决定成就，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读经就读无量寿经，年岁越小越好。啊，小孩的记忆力好，通通都能背诵啊。啊，到能背诵的时候，一天念五遍十遍才行。你不能背诵，啊，对着本子读，念一遍，念得快的，也要四五十分钟。可是，你如果能够背诵，背得很熟，一遍半个小时，啊，一天念十部无量寿经，念二十部无量寿经，不难呐。啊，念二十部的时候，只要十个小时，一遍半个小时，啊，好，念熟了之后，对极乐世界熟透了，信心十足，啊，愿心才真正坚固，不会动摇。啊，这就决定的事。下面还是引同样偶耶大师说，又云：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业无他属，最初下手需用宿住，记得分明，确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偶耶大师教的我，啊，我们要想念到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啊，也不是别的方法。啊，教给我们用念珠，也就是说计数。开始念佛的时候要计数，记得清清楚楚，啊，记得分明。啊，要确定课程，就是一天初念的时候不要定太多，太多做不完会懈怠，就没法子继续下去了。啊，所以宁愿少功课少定，一定把功课做完。啊，通常是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经的人多，啊，也非常好。啊，一万声佛号。啊，一部无量寿经，啊，三千声佛号、五千声佛号都行。啊，每天干，早晚一次不缺，啊，久久养成习惯，啊，到时候自自然然，佛号就提起来了，所以帮助人。帮助小孩是最好的。15岁以下，寄送的能力特别强。啊，一堂课念个是课本的念10遍，大概都能背诵。
啊，根性利的，念三遍五遍就能背诵的，啊，这种孩子要特别教他，能成才。啊，十遍能背，在古时候算及格。三遍那是很难得的好学生啊，老师能常常照顾他，把该读的东西啊，像中国过去私塾用的这些教材，我们现在把它编在一起啊，成为圣学根之根啊，这些东西都应该在15岁之前完全能背过，他的德行根深蒂固啊。古人讲的3岁看80，他一生都不会改变。啊，15岁到20岁，智慧开了，着重在什么？研究讨论。老师怎么教啊？让学生给同学们一起分享啊，比如说《论语》，学《论语》这个学生，让他讲《论语》，讲给大家听。他讲完之后，老师做奖品，啊，他有没有见到的地方，老师给他补充。啊，他讲的很精彩的地方，老师奖励。啊，这是怎么学出来的？这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讲给大家听，老师给他印证。啊，讲的对，没讲错，点头。啊，然后叫他们再去念1000遍。1000遍念完的时候，第二次再来讲，再复讲，讲的一定比第一遍讲的深，讲的广。啊，到3000遍，通过这一种复讲的方式，他就毕业了。啊，随着中国人教学法跟外国不一样，外国完全听老师的，中国不是。中国老师要启发学生的智慧，要教他开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开悟，自见就是开悟，自己悟了。悟了之后，你自己说出来的，你跟夫子所讲的一样，老师给你印证，给你证明，啊，或者老师跟你在一起研究讨论，啊，更深一层，啊，不开悟不讲啊，开悟才能讲啊。不开悟就是向你背诵啊，就向你复讲，养成一个复讲的习惯。复讲佛的经典全是复讲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记录，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复讲，这旁边有记录，500阿罗汉做证明啊，500个阿罗汉都点头，
才能写下来。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能把它写下来。啊，取信于后世。啊，这种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是求智慧的理念方法，跟西洋的不一样。西洋是求知识，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接受老师的。学生再继续研究，会超过老师的。那还是知识，它不是智慧。啊，它是向外求的，求到的；智慧是从内发出去的，不在外面。啊，自信，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重要。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才艺，无量专能，啊，无量福报，全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啊，所以见性就成佛了，成佛就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大神通，大智慧，下对两句，久久纯熟，不念自念。这两句是功夫先前了。到成熟的时候，不念自念了。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无住生心。那无住的时候生心，无住是成熟啊，不念自念是生心啊。生心的时候就是无住，无住时候就是生心，这叫理业心不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到达这个境界。啊，这个时候呢，即速一得，不即速一得，啊，都可以。若初发心的人，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生，离行不离。这后头这一句是警告。你是初发心，才学佛，就要学最高级的。啊，学理业心的人。学菩萨心，那是假的，你做不到。啊，这就是自欺欺人。啊，要学圆融自在。啊，病在哪里呢？都是心不生，心不离，这六个字重要。为什么？学佛淘汰下来的人。病就这六个字啊，只要有这六个字你就被淘汰掉了。你念佛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啊，信身的人一定听话。经是佛说的，论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
你一定很认真，不敢违背。啊，只要标新立异，自己想的一套方法，啊，跟古圣先贤脱节了，肯定是错误。啊，都是心不生，心不立，功夫不得力。心不立是功夫不得力，又道主大师若实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制，无不往生，不虚也。道哲大师这个开示很好，对我们有大帮助。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这几句话说对了。我们修净土，学念佛法门，没破相。破相或是放下了，我们着相啊，着相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破相的小乘。虚陀洹，五种见惑破了，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邪见，他放下了。我们没有啊，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啊，他为什么能破相？他真正体会到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心经、般若经里头流通最广的，读诵的人最多，它可以帮助我们提起观照的功夫，里面重要的经文能够记住，时时刻刻帮助我们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得放下，别去执着它。啊，不要认真，就对了。啊，身体是假的，执着这个身生活。这是最根本的执着，因为执着生生活，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连小乘初果都证不到，初果五种见惑断了，知道生不生果，啊。边线都没有，边是对立。现在讲对立，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和谐。啊，边是两边的，没有了。啊，变成什么一体？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所以没有对立。
小程序都换了，出国啊，成见没有了啊，见取戒取就是我们讲成见，自以为是的啊，不再执着自以为是，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没说错，言语不同没关系，一桩事情啊，最后是邪见，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太多太多了，众生的知见全是错误的，正确的圣贤知见啊，学了佛之后，我们用佛的智慧来观察这个世界，世间所有宗教，在中国所有的学派，儒家、道家，是不是佛？是佛。儒家所说的，道家所说的，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人说的？佛说的。那老庄是不是成佛？当然是佛。在中国叫他做圣贤，他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就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是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做圣人，名称不一样，同一个阶层，他们地位平等，都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说不出这个话了。那儒家你看最明显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谁说出来？佛说出来，佛知佛见，菩萨都说不出来。那后面所说的八目、三纲八目，儒家东西通在里头了，圣贤之学。啊，格物致知，诚意真心，内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圣贤是也，不是佛菩萨说不出来，所以儒家的圣人就是佛，儒家的贤人就是菩萨，是一不是二啊！啊，再看看其他的宗教，这世界上著名的宗教，每个宗教创始人，最低的阶层都是化身菩萨，创教啊，所以他是一不是二。我们对佛尊敬，对儒对道尊敬，为什么？他就是佛。我们对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宗教里面的真正修行的使者，我们心目当中都把他看作是佛，是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众生一体，宗教一家。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宗教的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大有利于深陷教会。啊，真的会给世界带来长治久安、永远的和平。啊，后面几句话我们把它念下去。但能意向转智，无不往生不虚也。那这个意向，净土是有相，直方立相，啊，直视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啊，只要能够依照经典所说的专修，这个专制就是专修，没有不往生，不虚也。事故本心，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也。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本心是以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宗旨。至于末世，持名虽广，而往生者不多。安乐集也有问答如下。若人但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然有众生称名意念而无明犹在，不满所愿，这何意？这个问答好。这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念佛往生的现象。甚至于像李老师早年在台中联社常说，联社是他发起的，渡人很多，我到联社去看他，这第一次见面。联社成立十年，联友大概有20万人。接受李老师的教化，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念佛的联友不谈其他，台中佛教联社这些联友，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不多。老师说，大概10000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也不过是3个5个。啊，那么换句话说，往生的比例是1/3，1/5，大多数人
都是在经中结个缘，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什么缘故呢？跟此地的问的意思相同，有众生称名一念，而无名又在不满所愿。满所愿是往生，不满所愿是不能往生。啊，这话怎么说法？答曰：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故也。答得好啊，不是真干的，跟净土法门所说的名义不相应。啊，下面所说的，所以这乎为什么？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安乐集里头说得好。与名与义不相应。你看，名是净土，怎么样能生净土？心净则佛土净。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得心净？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它有三个境界，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最初的境界，就是清净心。得清净心，决定得生。啊，生到哪里？凡圣同居土。净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是净土，不是秽土。因为心清净，土就清净。啊，那么第二个是念到平等，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啊，个最高的境界是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念佛的人，他不相应的。换一句话说，他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夹杂在里头。啊，起心动念不是阿弥陀佛。许许多多妄想分别之处，这个麻烦，这个不能往生啊！所以叫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相的事情，从哪里现的？从自信现的，心现。我们这个世界是心现，再加上十遍，十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想，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相比，它是真的，它没有生命，有生有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
有来有去是假的，不来不去是真的。所以他是实相身，土是实相土，也叫法性土，也叫法性身。那我们现在是法相，我们是法相啊，极乐世界没有法相，要法性，就是他没有阿赖耶。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都帮助他们转识成智。转法相为实相，这个不可思议啊。啊，下面答：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所以这乎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啊，那么这三种不相应，第一个业者，性心不纯，若存若亡故，有时候信，有时候怀疑。啊，相信的时候有几分信心，怀疑的时候信心就失掉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怎么办？读经。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有怀疑？对两个世界的理解不清楚，所以有怀疑。对娑婆世界也要搞清楚，假的不是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教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我们眼前你所见到的万物，你所听到的六根所接触到的六尘，真相是什么？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句话重要，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讲这个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事实真相说明白了。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想，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心想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大概弹4次到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到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有能力弹到7次。其成32亿
百千啊，三十二亿八千乘起来是224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的念头生命，念头生有相，念头灭相就没有了。啊，相由心生，这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相真的是由心生，但是它存在的时间要记住，一秒钟多少次？啊，一秒钟在乘七，320兆在乘七，2240兆一秒钟，这真的吗？哪一个像是真的？啊，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这像啊，这个像存在这个世间，一秒钟它已经变多少次了？2240兆次，哪一个像是我？如果你说每个像都是我，那一秒钟的时候已经有2240兆个我。哪有这个道理呢？哪有那么多我呢？这是教给我们看破啊，知道这个相的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说的更透彻，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跟你说定了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个样的。除非你见性，见性见到真相，真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中国论人讲的八不，那是真的。能不能得到呢？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真相确实存在，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相，它是光。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华严经上说它是大光明藏，它是光，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你决定脱离不了常寂光，没有这个道理。好像我们电视屏幕常寂光之屏幕，无论多少画面，你不能离开屏幕，离开屏幕没有的啊，不能离开屏幕。屏幕看得见，看不见。我们眼只缘里面的现象、画面，没有去缘屏幕。屏幕跟画面同时出现，互相不妨碍。屏幕不妨碍画面的生灭、波动现象。画面波动下限也不妨碍这个屏幕的不生不灭，屏幕没有画面生灭啊。这个地方稍稍体会到一点事实真相，你要这样看，这就是佛知佛见啊！凡夫就全着相了，二乘呢着空了。二乘是相是假的，他不要相，这个空的，他也得不到。啊，菩萨两边都不着，那就是
无助身心，身心无助，无助是讲我们电视的荧幕，它里头什么都没有，画面没有。身心呢，就是画面，荧幕跟画面同时，你看身心又是无助，无助又是身心，这就好办了，这成菩萨了。无助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助，这就错了。这是反复。所以科学对我们现在修复的帮助很大。这些很难很难体会。放在荧幕上很容易体会到。知道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屏幕虽然是真的，没有现象，不按现象发挥。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个屏幕在，宇宙之间真的看不到，它是光，就是长期光。这个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整个宇宙都在长极光里头。长极光，整个宇宙合起来看，就像我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把整个宇宙缩小，缩成这外，放大就整个宇宙。都不可得，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你就得自在了。真搞明白了，真的假的都不真，不念，边都不念。是信心要纯。第二呢，信心不一，为无决定故，他的信心是动摇的。前面是这样的信心不干净。信心不纯，他有染污。这个是讲的说他信心不一，妄念太多。信心若有若无。说他没有他有，说他有不管用。第三呢，信心不相续，为余念坚固。他念佛这里头有杂念夹杂在里头，他不纯。不是只有佛号没有杂念。这个里头还有一句。地相守舍，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皆是纯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的居住，信心要纯，信心要一，要相续。就是要一心。专注在佛号上，只有佛号没有杂念。对于小朋友，我们帮助他，教他读经。读经要专心，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所以经什么意思？告诉他没有意思，你就这样念，字没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就好，变数越多越好。这个是学什么？学纯心，学信心。学
相续行。意思在此地啊，他有诚心，他有信心，他有相续心，他就会有成就，他会开悟啊。这是中国古代私塾教学生的理念，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啊，真正帮助学生开悟，这个开悟一千遍小悟，他能讲得出道理，没讲错，啊，讲得浅，啊，2000遍他就讲得深，讲得透。哦，到3000遍，他能讲得远，能出类旁通，能包含一切，那就是大悟。啊，5000遍、6000遍，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啊，就古时候读书。是修定啊，是求开悟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中国人教学跟外国不一样啊，外国人求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啊，中国人讲开悟老师不必讲，老师如果讲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必须让学生自己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听看有没有讲错。要有讲错了，不必纠正，啊，不必讲了，再念，啊，再念上1000遍，然后再来讲。这是中国过去5000年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现在我们把它找回来，重要啊！啊，随着你结论，一心就是纯心，就是信心，就是相续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胜处。此论直指当时敬业行人之病根。我们现在修净土，不能往生，根就在此地。念佛而不得往生之苦，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任身如吾，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是中道矣。这几句话也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经教认识不够啊，怎么办？多念，多听。啊，多听，帮助你建立信心，也能帮助你小悟。听跟念要结合起来就好。啊，每天以读经为主。啊，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10遍，读20遍，自己定功课。啊，自己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多越多越好。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清净心是悟，小悟。
啊，平等心是大悟，觉是大彻大悟。极乐世界是法性体，极乐世界的人是法性身，跟我们这条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条是物质，极乐世界没有物质，物质有生有灭。啊，法性没有生命，所以极乐世界的人不生不灭。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没有变化，四季长春，所以不能任身为物，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是中道义。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学佛犯的毛病，念这三种不相应，这另外还有三种不相应，说此三种不相应，一言一辟之，只是信心不足啊。哪三种呢？下面说出来，信心不足，往生资粮是心愿心，就这三种，信不足，行不足，愿不足，这三样缺一不可。这三种不相应，就是心愿心不足。啊，据要解说云：心愿有缺，这个缺就是有疑惑啊，信心就不足，愿有时候不想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有牵挂，啊，实实在在想，极乐世界的好处跟这个世界的好处，我通通都能得到，这是不可能的啊！要到极乐世界，必须把这里放下。这个地方放不下，极乐世界去不了。一定要懂啊！啊，下面说句要解说云，这欧耶大师讲：幸运有趣，在持名纵如迎墙贴壁，风雨不入，也不能往生也。这句话要记住，半信半疑不行。怎么样培养信心？这就是研究经教了。研究什么经？就这一部经就够了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弥陀经要解》、《弥陀经疏钞》、《弥陀经圆中钞》，都是祖师大德的注解，讲得好。啊，这一些注解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啊，信心为什么不足？认识不够啊。没搞清楚啊，对这个世界认识够了，了解清楚，不愿意住这个世界。天堂我也不想住，
啊，欲界天、色界天、大梵天、摩诃首罗天，我都不想住。啊，为什么不究竟？通通免不了生老病死苦。天上不过寿命长一点而已，长它有到的时候啊！啊，到了怎么办？到了上不去了，就往下堕落。啊，天上往下堕落的，大多数都堕落到地狱。所谓爬得高，摔得重。不能不搞清楚啊，不能不搞明白啊。还有一个讲地狱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道教的玉律宝钞专讲地狱啊。佛教我们也编辑了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25种经论里头抄出来编成一本佛说的啊，通常收集在一块，让我们认识地狱。可怕，不能去，太可怕了。日历宝钞国讲的多，英讲的少，我们编的这个英说的很多，造什么样的印得什么果报啊，内容相当丰富，希望大家多看看。所以把心愿补足，丝毫怀疑都没有，持名功夫深浅不要紧，有心有愿就决定得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你就放心了啊。品位些低一点没有关系，受用跟最高层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这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疑虑？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是化身菩萨的待遇。那人家问我，法师，你希望什么品位你就满意？我的回答，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啊。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从一年级小小班学起，老师阿弥陀佛，我在极乐世界从扎根教育学起，无量寿嘛，有的是寿命啊！啊，扎根是阿弥陀佛，成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满足了嘛，就满愿了嘛！啊，是好啊！啊，决定的圣解度啊，要放下。啊，最近我们学这部经，都是把它看作我们往生的资料，往生的助缘啊，帮助我们往生。我们其他的什么都不修，只要有往生，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啊，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